不容易的这一局，守名打者就击出安打上垒，但接下来出现了双杀。Phil Koch 这一球飙到了151公里，面对第二棒的林望卫。这一球反方向的界外。现场的球迷真是热情不尽。这两天呢，现场的这个新庄的雨势都会有这种忽大忽小的情况，会有阵雨的出现。那现在雨又大起来，最后放了界外，还是良好球，没有坏球。不过像积分板上不时出现这个投手投球的局数，会让现场的球迷感觉到这个风雨的影响，因为经常都是151、150，哇，看起来是很过瘾。尤其你必须考虑到今天是比较潮湿的天气。回一把落空，林望卫遭到了三振呢，也结束了在5局下半中华队的进攻，没有得到分数，目前中华队还是0-7的落后。